的好。你好 ，Hello, how are you？ 你是宝爷吗？没有，我讲了四种语言了，好不好？今天讲了四种语言，萨瓦迪卡，红包哇！哦，今天很热情啊。本来在台南呢要出发的时候，那个太阳是艳阳高照，但是在台南的话，因为靠海比较近，很冷。但是来到屏东之后，我自然而然就脱掉外套了。对，对啊，因为什么？这边的那个他们的热情，你们的热情就跟太阳一样，有没有？所以说真的是有点点让我感受到非常非常温暖，好不好？来 ，OK， 来这边的话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因为我们今天是那个什么，我们国际移民节啊。对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是移民过来的。真的啊，如果在五六十年前、七八十年前、一百年前，这都是啊。是。对，我们跟另外一个国家不合嘛，对不对？完全在，不是啊，是很多东西，有一种东西那个会排斥嘛，对不对？哎呀、啊，像小弟我呢，就是从那个广东来的，哎呀、啊，所以有广东血统，对，哎，所以会讲一点客家话，而且今天呢带来很多首歌曲，好不好？很多首歌曲，那当然也有现场啊，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听到各种不同语言的歌曲。那我们今天呢都会一一安排，先带来一首好听的哦，轻松的歌曲，在七八零年代那个非常好听的一个，算是一个胖那个舞会的话常常会听到歌曲，大家直接说 Stand by me， 给我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
第一首歌曲是好听的经典英文老歌。